转身在空中的拉杆出手，哦，好球啊！那转杆一个换手，再一个大转身之后，用左手再扳进这两分。杜一中跳出来，哎呦，哇，非常的积极去拼抢。这球最后再交给 Grant Davis 灌了得分。在湖人这边呢，在防守策略可以发现，在快要哇，这边是吴岱豪的扣篮。这一次一次 high low 的一个配合啊，让他们这一次 Q 一个成功的妙传给岱豪，做一个完全的双手的帮助。郑翔再转移到中间，这个球，哇哦，李恩直接在 BD 的旁边把球给塞进篮筐。一线的一个抛投出手没进好，篮板球这个布拉拿到要压下去了。会做一些转型，确实啊，这个帕奇，哇哦！后来因为他还在受伤的关系有养伤，还来不及，就是被球队裁一个二号位置。那其实看到其实在整个 Quincy Davis 又是一个在空中的补怪。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这个扣篮，我们再请求又是一次利用队友出手之后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冲抢进攻篮板，制造出自己本身一个补扣的一个机会。这两队比赛重新再来过，陈杰这个再回给 Davis， 太球被他给压下去。再来呢，就是陈杰恩这个球地板球帮助了 Quincy Davis